雪林生气了，雪林生气了，习惯一下，李雪林生气了，因为现在分成三队，黄队、红队、蓝队，大家打得非常非常的火爆，因为教练故意要让那个大家适应比赛中的那个吹判尺度，故意不叫犯规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啦，只是没有裁判。雪林打火了，大家都火了，只有我们赢，所以还有没那么火。因为大家对8月6号的中日大战呢已经准备好了，士气高涨。Jet， 准备好了吗？从这边差不多吗？绝对是疯一下了，别忘记我们的约定，你要震撼台湾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进场看出中华队的球员这次不一样，这是我们中华队这次特制的球鞋，有 Jordan 的韦德，还有 Kobe 专门为中华队设计的中华队配色 Chinese Taipei， 里面还有 Chinese台配中华队配置，哦，大家的士气高涨，因为每个人都回来投入练球当中，野兽也是，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状况很差。为什么？还没调到最好的状态。打法那些默契上，我是讲真的，一个礼拜内。见效嘛，所以要花一点时间。毕竟他的战术就是打的节奏非常的快嘛，跟在 CBA 完全不一样。就 CBA 打法其实也是快，只是说没有那么流畅的。因为毕竟我们亚洲球员就是打法原本几乎都是这种类型，所以只要花一点时间的话，做起来都会比较顺。所以在琼斯杯，你可能就用替补的角色去帮助球队。时间上是一定都是这样，上去就尽量嘛。对啊，加油！中华队加油！中华队加油！准备好了吗？琼斯杯。好，那位，看我们大家表现，一定每个都会有所发挥。是，好累。哎，六壮士算你一个。没问题。一定要飞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个六壮士部队，到时候你是第一号人物，飞。十点准备好了吗？不是吧？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展现给大家看。中华队都准备好了。Yep。是要赛。学弟怎么样？啊，好累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琼斯杯。哦。准备好了。双方都回来了。就是刚刚那个八点折返有点。你刚刚打火了。太夸张了，杀人了！当不吹犯规，还是没有裁判这个东西。没有裁判这个东西，然后也没有出现。太夸张了，适应一下强度。哇！我比赛就是这样子。我所以球迷都很期待我们这次的中华队。这次大家都准备好了，集训这么久了，时间这么长。在练球过程中，大家不断的讨论，不断的帮助彼此进步。一翔，一翔，
你第一次打雄狮杯吗？啊，人生第一次。心情怎么样？开心的，就很开心，期待。也算是一种梦想，打雄狮杯。大家都很期待二代见你们的发挥，希望上场的话有机会好好表现给大家看。加油！哇！请大家帮中华队加油，尤其是有机会进新庄体育馆，现场看完全不一样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海外的朋友也可以透过 ESPN 来帮中华队加油。